著名京剧演员陈朝红老师，你好。你好。我也是打小就学的程派戏。那么我学的程派戏啊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每一出戏都跟数字有关系。数字有关？对啊，比如像三级掌、六月雪、二进宫啊、三娘教子。那么我的老师呢是吴福琴和李玉如老师，但是李强华老师唱的程派戏啊，我也特别喜欢，他唱得特别好，而且对我呢一向是非常的关照。老师啊，今天啊您这是四代同堂，那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唱什么呢？那么我们唱什么呢？唱程先生的经典著作《锁麟囊》好吧？好。